一人拿一张，都准备好了吧？嗯，差不多了。上课。你们好，老师好，请坐。啊，同学们，音乐呢是一门抽象的艺术，它可以……这不是一堂普通的音乐课，站在台上的王苏菲不是本校的老师。 学生们与他之前也并没有见过面，但课堂气氛依然非常融洽。在教室后排，区教研员沈涵一边听课一边做着笔记。这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尝试，也是为了几周后的教学评比做准备。你们觉得怎么样？对呀，可我觉得你要放时间给学生，然后。 当中时间也就个地方要给了，包括我们PPT里面的东西很多都是要改的。我们从那个第一段开始听，这道音乐你们熟悉吧？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东西吧。这个比赛是体卫处和市教研室合作的现场一个上课的一个评比。那么我这里呢，主要负责的是我们黄浦区的中学音乐这一块。我们选送的是一位青年教师，他在一些课程的那个安排上面的，他会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想法。 但是实际操作下去的话，学生反馈出来的问题会比较大，这是必须要通过市教去解决它的。好，来，我们一起出去排队上音乐课，起立，快速的，安静啊！与此同时，吴庆萌正准备开始他一天的工作，和沈涵一样，吴老师同样也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 他所在的上海市闵行区日新小学以合唱闻名遐迩，所以在这里音乐课也显得与众不同。合唱呢，其实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在建校的初期，其实就已经开展了合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一直维持到今天，是越做越好的，所以这个特色也是非常的明显。 然后也非常突出，成绩做得非常的棒，主要就是培养孩子的音准和音色的最初级、最开始的一些把握训练的比较多。嗯，好，唱得非常棒。除了平时的上课，吴庆萌还和指挥居民华老师一起组织每周排练学校的合唱团。这些年，他们在各种比赛中屡获佳绩。 并在2016年的俄罗斯索契世界合唱比赛中一举获得了冠军赛的金奖，而他们并未因此停下脚步，依然积极地活跃在各个舞台上。这个合唱团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天空合唱团。动起来！ 撑着引线了啊！我觉得沈飞的声音就像天空一样纯洁嘛，蔚蓝天空一样纯洁。从这个2006年开始成立的，到现在已经11年。就第二年，我们就直接进入区里的第一名了。我们闵行区呢，其实比较重视合唱，一般区一大区是2年一次，我们是1年一次比赛，所以我闵行区的那个团队又特别多，所以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那么我们呢，作为本身就是相对优秀的这个团呢，要一直站立在比较最高的那个顶点，也是有一定压力的。动起来！今年呢，我们会对我们 原来做的这个上海版的国学歌呢，做一个项目上的提升。首先，我们把那个整个作品挑选好，有一个时间表，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环节都要非常非常仔细和完整，好不好？上海教育出版社里，编辑们提到的国学乐歌是一本对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补充教材，主要是围绕着古诗词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演绎、演唱。 作为编辑部主任的李世钦特别强调，需要根据各省市地方特色做定制化的改良。古诗词这个题材，它
它非常的短小精炼，但是呢它又透射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世界观，也蕴含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伦理思想。当初为什么选择以这种唱的形式来演绎这种古诗词呢，也是有考量的。因为是那些我们小时候经常唱的歌曲啊，唱的那些儿歌啊，他的这些词我们一辈子都很难忘记，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形式更加适合小孩子来学习，来接触和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大部分具有音乐教育专业背景的学生不同的是，李世钦在毕业后从事过很多种职业，开过贸易公司，当过制作人，而或许还是因为对音乐的那份理想，最终他选择了做一名出版社的编辑，用文字来传递教育。事实上，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自从1997年恢复建系以来，为社会培养了众多人才，毕业生遍布各行各业，但无论他们从事的是什么职业，都或多或少地做着和教育相关的事情，在不同的领域传达着音乐教育的理念。是因为这次比赛的那个他对于公平公正的一个要求，现场比赛是用借班上课的一个方式方法的借用班级，大家集体就到那个会场上面去。所以今天是个什么环节呢，就是去认识一下这个班级的学生，不要在上课突然之间碰到他们的话太陌生。还可以的，觉得顺利就好。非常荣幸的能跟你们这个班级来合作，我们在这节课当中自在的去听音乐，表达音乐感觉就可以了。哪里容易错的啊？这里 re re 二哆二哆二 c 都是两拍一个。不，这个音发发发，第三个是第三组在这里，很好的。老师跟你们合的伴奏，今天我们不练，上课的时候当场来，没有必要提前做的。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没有了。好了，没啥事儿了，吹管都收起来了吧？当着整个班级你叫他，一片扫下去，那个对话就看得出的，很灵巧的。你觉得好就好。我觉得很好。好的，很好的。上去之后他的情绪会变好嘛，然后他唱的他那个发挥的时候就会比之前就会平时练习的还要更好，平常这个情况都是这样的。皮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对的对的，越皮的孩子越这样。初赛结束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小朋友就是平时就是叽叽喳喳话很多，然后特别的热闹特别开心，比赛的时候就发现哇，所以初赛比完之后我们自己对他们对小朋友的发挥是感觉是非常良好的。但是我回去听了一下，我觉得有非常多的地方是没有唱好的，音色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唱这首曲子我们觉得还是有点太外露了一点。你知道小朋友就是按耐不住的，他会越唱越快的，所以从指挥排练当中你就要心里非常有底的去控制他的速度的变化。叮哒滴哒咚，滴哒滴哒。好，这里再慢一点点，对，再慢一点，对。对，他就唱了唱， okay, 好吧？好的。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就是但是离我所要达到的要求还是差了很多，还是要继续练。我们要做到这种很棉花一样的和声很难，因为小朋友控制能力没有大人这么好。我们现在离比赛还有还是三次排练，还有两个星期决赛。第一、第二的也不用去管，也就是说通过到自己很满意的境界，对我们来说就够了。就我们尽力尽力来，现在是挑战自己。对的。黄发垂头，鬓已。这个鬓不能太拖得太长。鬓已然。就是我拿到这首词的时候，仔细研究了一下，我就被这首词打动了以后呢，我前面用的是川剧的那种。男生唱，对，我们女生和，对，我们在看的时候也，对吧？也他有这种意思，他有一种那种，而且很非常霸气的那种。
这首诗词柔和了很多的当地的一些音乐元素，有些节奏比较好的，比较明快的话，你用一点流行的因素在那里面，那个小孩子们喜欢听，那么整个节奏也比较欢快。嗯，后面的速度节奏都不一样了，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我觉得这样弄了以后，对国学的整个东西啊，它的艺术化，而且内涵的东西把它讲大夸大。因为我们现在用到的教材，说实话还是以前的。那么学生接受这个现在的，就是说走出校园，他们可以接受新的知识，但是在校园里，为什么我们还是接受一些老的东西？对对对对，我们缺少素材，我们缺少新的。对，我们缺少素材，真的是就在一线的教师不倦的坚持做了国学的作品。首先，吸引到他们的可能会是音乐，那让他们喜欢到这个音乐当中，然后再去理解这个国学当中的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国学。我们希望这种定制的形式呢，是可以讲出和音乐风格的区别的。词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它可能在不一样地区所用的旋律和风格不太一样。这几年呢，在工作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需要编辑来处理，需要一定的音乐的理论功底在，这是我们音乐教育专业具备的一个技能，让我很庆幸我是学习这个专业的人。好，哎，小朋友马上到了。好，侬音乐的书了吧？没，最后这尾声配合么子在弄好了吧？就是不要紧张，还有回答问题声音要非常的大声。这种风景就会多一些，对吧？提示放这边嘛，大意放那边嘛，可以的呀。塑料好多，对，塑料至少三分之一。现在休息一下，养精蓄锐啊，好吧？没有，下面那个音乐还蛮有意思的。声音我们试的是很轻，尽量打得响，有问题吧？我是觉得打疼的声音都不是很响，是这个问题。我们的排版开始动工了，还有一方面同时进行我们的 MIDI 的制作开始。哦，调完之后整体看一下。学生上课的时候，老师检查这个作业的话，会以就是说 PPT 啊或者其他方式来展示。就是说你的声音是要往远的地方唱。我们其实不要注意把声音唱得响，除了这个蛮激动的，我觉得属于那种人来疯类型，对，一上台就会发挥得很不错。音乐学科教师专业能力展评决赛开始，有请来自黄浦师王苏菲老师。音乐来表现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传说。现在这一套教材基本上进入尾声了，现在做最后的调整阶段，大概还有一周时间就可以完成了。成果教育涵盖的课程蛮广的，不单单你要唱得好，钢琴啊、指挥啊，为我今后的教学打下非常扎实的基础。进入音乐教育系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其实音乐教育可以用到很多的方面。我觉得它真的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专业的背景。在比赛的整个过程当中呢，我其实也是在学习。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不仅仅学到的是知识，还培养了一种思维的方式。所以呢，我们音乐教育系不应该只培养纯粹的音乐家或者理论家，而是培养大而全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在未来我们的毕业生踏上工作岗位之后，更需要的是他们的广阔的视野和音乐教育的综合能力的运用，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是呢，就是这些还是没有到我意想之中的那种。上台总会打点折扣。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身份，却有着相同的理念，而这就是当年在学校时给他们留下的烙印。也许在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除了知识，还学会了很多。也许在那个时候，他们也并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音乐教育，但音乐教育却始终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他们。而音乐教育系留给他们的，除了回忆，还有未来。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第一次干杯，头一回恋爱，在永远的纯真年代，避过港台同胞，爱上过老外，自己当明星感觉真的也不坏，成功的滋味自己最明白，就得不去显得不来。城市的角度在我边缘转，有人出去，有人回来，身边的朋友越转越相爱，相爱让我越看越爱。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大家都在。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第一次干杯，头一回恋爱，在永远的纯真年代，追过港台同胞，迷上过老外，自己当明星感觉真的也不坏，成功的滋味自己最明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城市的调度在河边变快，有人出去有人回来，身边的朋友越穿越心怀，上海让我越看越爱，虽然我变成了一个老顽固，再也不能做那偶像派，但是我的压力却没让我变坏，在这不断前进年代，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大家都在，好日子好时代，好心情不离开，老朋友在上海，我们的最